如果您的孩子不爱吃您做的菜，这个奥尔良鸡翅做法您一定要试一试。鸡的左翅两面各划上两刀，放姜葱、盐、生抽、料酒，再放两勺奥尔良腌料，这是鸡翅好吃的关键。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，腌制十分钟。下锅煎至两面金黄，然后倒上剩余的腌料汁，开小火再焖十分钟。这样做的鸡翅鲜嫩多汁，千万不要错过哦！如果您学会了，就帮忙点个双击再走吧，感谢您了。